所以你要知道说，每一个国家可能它的用词，好，它的字是一样的，可是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般我跟客户是讲说，如果您是有一个遗嘱在美国，不是您想象的那么有用。所以国外的话是这样子，如果你今天你去见一个律师，你写一个遗嘱。这个人最后过世了以后啊，如果没有什么纠纷，这个资产就被分配了。可是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如果你有一个单独的遗嘱，Alright，这个遗嘱的话也需要有证人在，不是您写在一个文章上，然后放在你的那个抽屉里面，这个就会自动规划资产，不会。如果你有一个单独的遗嘱在美国，你还是要进到法庭。进到法庭呢，有不好的情况会发生。第一个情况呢，法庭在美国是公开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会知道你的资产。第二，最后你要规划资产以前，你要给很多的债权人，很多人欠钱的人，要先把那钱拿掉了以后，你才可以有一个规划。这个很多人，很多华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呢？我这个就是美国的法律。那信托呢，是有一个蛮好的结果。第一，信托呢可以随时更改，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呢，信托的话，如果你有一个信托，它就不会进到法庭里面，它就不会进到法庭里面。然后第三，你的规划没有人会知道。这个我觉得是对华人很大的利益哦。然后第四，每一个人喜欢听到这个会省税，对。现在美国的税呢，好像是1270万，差不多1300万，每一个人有这个免税额。如果你今天的话，你有这个信托，你就可以省这个税。那更重要的呢，就是我要解释关于这个信托遗嘱。是一个真正的好的最基本的规划是什么？在你脑海里面，你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你还没过世以前会发生什么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过世了以后会发生的什么事。一般华人他是只有考虑说过世以后，那这个我理解。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先讲说还没过世以前。还没过世以前呢，因为我中文不是很好，我们就讲说你变成一个植物人，还是你年龄大，你是一个长辈，你头脑不是很好。你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的资产。Alright，虽然你还没过世以前，可是你的资产要怎么办？你要怎么样子付这个钱？你分期付款，如果你有贷款，谁要帮助你把这事情做好？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关于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这个呢是叫授权书，那在亚洲的授权书跟美国授权书是一样，Alright，虽然它的规定是稍微不一样，可是你的授权书呢，你是授权给一个人控制你的身体，控制你的资产，在你还没过世以前，都是靠 power of attorney，Alright，power of attorney。关于你的身体的话，有的律师他们会稍微用一个不一样的字，it's called an advance。Healthcare Directive，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ive，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ive 就是关于你的身体，那你的 Power of Attorney 就是关于你的资产。你的授权的人不需要是当家人，什么人都可以做。那我是建议呢，你最少要有三个人，OK，三个授权的人。如果第一个人找不到，还是没有办法，搞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我要讲关于这个授权，关于你还没过世以前，关于你的身体跟你的资产，我建议你，不要，就是最好不要找律师帮你做，因为一般的华人呢，我觉得是很好，华人很相信律师。律师，我们法律规定的是我们要站在客户，我们的客户的利益，这是最重要。可是要让你知道，在美国的话，最容易吊销执照。关于我们律师行业，就是律师偷客户的钱。你现在身体不好了，
你有200万、300万的资产，你给了律师要你控制，律师的话在美国很容易偷客户的钱，关于遗嘱跟信托。所以我是建议每一个客户，只有你真的找不到人的时候，你要律师做。可是一般的话，我是建议律师不要做。也有很多公司他们愿意当所谓这叫 trustee， 英文是 trustee， 就是可以控制你的资产，可是要让你知道这很贵。所以我宁愿要你找你的信任的人还是你的家人当你的 trustee， 可以控制你的身体跟你的资产在你还没过世以前。这个很重要。我以前我有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什么呢？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那时候的话好像20多岁，她的先生呢骑了摩托车撞了一个树，然后变成一个植物人。那最后的话，因为她的很多的账号没有放在她的名下，她变了一个植物人，差不多9个月。那这个9个月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件事情呢，她的老婆要深入破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她自己还没有钱，可是她没有办法进到银行账号。第二，先生变成植物人，他是希望说先生可以好好的过世，可是先生的父母亲就进来说 No， 你不能让这个我的儿子过世。那医院的话就说我们就不管了，因为医院最怕的就是被告。这个就是为什么授权书是很重要的。如果你问我，虽然我觉得遗嘱跟信托很重要，可是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然后你愿意公开你的资产，然后让法庭自动做分配，那我会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你还没过世以前。因为现在的话，在美国一个人还没过世，所谓变成这个植物人还是变成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话，一般的话都是9个月到1年半。所以在这个9个月到1年半的时候，你信用卡又没有办法付，银行账号也没有办法进去哦，包括你的身体开刀什么，没有人可以帮你做决定，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今天每一个人听到我的讲座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马上你要有这个授权书。遗嘱跟信托我可以理解，因为华人最怕的，包括我写了一个遗嘱跟信托好像明天就过世了，所以会有这个心理上怕的阴影。可是很多人呢，他们不会怕的就是这个授权书。那如果你从律师的角度的话，我觉得授权书你今天要做，如果你要往后退半年、一年、五年，这个我理解。关于这个遗嘱信托，好。那在我刚刚讲了关于这个授权书的话，你要找最少要找3个人。我看到很多这个授权书做的不好，就是他的授权书里面只有讲到一个人。这个可能是我讲一个例子。如果今天的话是一个先生，他就会写他的老婆，他别人就不会写。那问题是，如果你有3个小孩子，然后老婆突然的话，你身体不好，老婆会怕，他不知道要怎么办，他也不愿意当你的 trustee， 那他有不付钱，他又怕你开刀，怕你打针，什么都怕你做，那你就卡在那里。虽然你是植物人，可是你确实是卡在那里的，所以你要找的人。你要找到的人比一个还多。那我们现在讲到呢，就是这个授权书以外的话，要让每一个人知道，大部分在每一个银行里面有一个东西叫 POD， it's called paid on death。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今天你突然临时过世，你有不管你有遗嘱还是信托，银行愿意马上把这个钱给一个人。It's called POD。我为什么呢？我一直在讲说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让你不写遗嘱跟信托。不是说我觉得遗嘱跟信托是不好，我觉得遗嘱跟信托是十分好。可是我也理解很多的华人的想法，他们很怕怕讲到过世。怕讲到未来，这个我很理解，因为这也是包括我。所以美国也有不同的方式可以把你的资产过户给别人，不需要写这个遗嘱跟信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可以，
可是你要很清楚的把你的受益人的联系方式写在你的信托里面，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因为你已经不在了，所以你要考虑说你不在了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子找到他？很多次我们遗嘱跟信托有一个困难，就是，小孩子因为小孩子突然找到了，带给我们，他说我要控制我的父母的这个遗嘱跟信托，可是我很明确的看到说，有一个名字写在信托里面，可是没有联络方式，这个我觉得很多的案子，这个不会推翻一个信托，可是这会让律师的工作很困难。这很困难的，就是你唯一写的是一个名字，我要怎么样子去找他？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小孩子也不愿意跟我讲，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是很可怜的。人家受益人来找律师的时候，还是律师找受益人的时候，算是很现实。有很多电话，我马上打一通电话给人家，他说，我说我是曾伯仁律师，我打电话给一个人在纽约，我说不好意思，舅舅过世了，说啊。我舅舅过世了，你知道他第二个问题是问我什么的吗？我可以拿到什么？Right？你打电话给我不是为了我的帮助吧？是你要给我讲好消息吧？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要提醒每一个人，就是你的遗嘱跟信托不是凭一个稿子，不是一个网络上的稿子，你要好好的去分析，你要好好的考虑说，万一我不在。万一我不在的时候，我的人可不可以很清楚的没有纠纷，执行我需要的目标？那这就是关于您的trustee，就是可以控制这个信托的人，就是答复我们的这个网友的话，是你可以有国外的，可是你国外的人，你要真正的把他的名字、地址、信息、电话。你如果其实他跑到一个山窝，我都可以找到他，这是我需要的。可以，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美国的管辖权是可以管辖美国。目前的话，这是客户给我讲的案子，我当然不是一个中国的律师，我们见的网友的话，大部分就是从亚洲。你还是要到亚洲的法庭去认定你美国的信托，然后很多次的话，他们会认定说，美国的资产是跟我们国家是无关的，我们国外的资产是用国外的法律来做事。所以我一般的客户我会怎么样子做呢？就是我们会把全世界的资产放在我们的信托里面，可是我会让客户知道说，国外的资产需要有国外的遗嘱。还是所谓的这个信托，如果有这种国外的方式，可以控制这个资产。那当然，我们也要考虑说，如果你的资产有超过1300万，我们会不会把全部的资产写在我们这个信托里面呢？如果有的话，会有国税局的这个关注。这个当然是每一个客户有他自己的想法，我是唯一可以警告他。可是如果你在美国有低于1300万，全部加在一起有超过1300万，那我们在美国的信托就是唯一写的，就是这个1300万以下的资产。就像我刚刚讲的，关于信托你要写原因，我觉得更改信托也是要有原因。更改信托以后，虽然没有这个法律规定，可是我建议你有证人，我建议你有公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right？那如果今天有律师的话，那当然就比较容易。律师的时间花得很少，一般的话是很快去扫你的信托，然后我们会写说这个部分，第三页、第五页我们要写成这个。那如果你对你信托熟的话，你不需要律师读全部的信托，你就是跟律师讲说，关于这个部分我就要改，that's it，it's very easy。你问90%的律师，他们会说可以。你问我，我是讲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告过信托。今天的话，
很多人他们会觉得，如果我有信托的时候，人家就找不到，因为这不是在我的名下，这是错的，我们是可以找到的。那当然，如果你今天你的信托写的名字是跟你的本人的名字是不一样，比较不容易找到。可你要知道说，今天你有资产，你要把它过户放在信托里面，这个过户的过程我们律师就可以找到了。所以这不是一个无法理解的还是很困难的方式，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直接连你的信托给你。当然如果你现在没有官司，然后你是把信托的名字不是写在你的名下的话，那当然我们律师的话会比较不容易去抓到你的这个资产。可是可以更改的信托，你还是可以卡住这个债务人。唯一不行的就是不行更改的信托。你不行更改的信托跟可以更改的信托有分别呢，就是可以更改的信托你有权利去控制这个信托，不行更改的信托呢，你是不能控制你的这个信托了，这个就不是真正的不是在你的名下了，所以这就不是在你的资产里面了。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买保险的时候他们会鼓励你写一个不行更改的信托，然后把保险放在你的不行更改的信托里面呢？是因为这个就不会在你的资产里面，不会在你的资产里面，国税局就不会来看注意这件事情，然后人家来告的话就不行去告到你的保险，因为这个就不是在你的名下。可是我再讲一次，不行更改的信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你不行更改唯一的就是你的受益人同意。所以我是建议每一个客户在还没做不行更改的信托下，你要好好的考虑这是不是你的目标。It's a great question. 所以一个信托呢就是像一个公司，人过世了以后呢，这个公司就会分成两半，一半是过世的人，这个过世的人的这个信托呢就变成一个不行更改的信托，就真正的不能更改了。这个部分呢还是留在一个活力的信托下，所以一个信托分成两个部分。老婆呢，因为一般是先生先过世，老婆可以随时控制他的信托的条件跟条文，可是不行更改的信托就是不行了。然后这很正常，60%的人在洛杉矶会离婚。你是怕说最后你的小孩子的either 夫妻或老婆离婚的时候可以沾到这个资产。美国的话是讲说资产从一个人的过世的资产，这个不是共同财产，这是个人财产。所以今天好，我们就这样子讲，如果一个人过世，然后这个资产是给我，然后我离婚，我的另一半是沾不到过世的人的资产给我。可是美国有一个法律说，你可以把你的个人财产变成共同财产，凭你的行为。所以今天我讲一个例子，如果一个房子给我了，然后这个房子是给我，可是我加上我的老婆在这个房子下，这个行为虽然法律是讲说这个房子是个人财产，我的行为就是改变我的个人财产变成共同财产。所以如果没有多一步的话，多一步去改变这个个人财产，理论上这是维持在个人财产里面。过世了以后呢，你一定要有一个提醒，就是国外的欧洲加上亚洲的国外的想法关于遗嘱，你要丢掉。
你不能用国外的逻辑在美国。OK， 美国的方式是叫信托，信托呢是 跟亚洲的遗嘱很像，可是你一定要做信托。信托是分配你的资产，不会进到法庭里面 ，All right， 又会省税，然后要提醒每一个人，在你信托里面你要解释你的分配的方式，关于你的受益人。有很多律师他们会觉得这是多余的，增加他们的工作，可是你要记得，你付钱虽然不是付的很多，可你要知道律师是你的兵，打仗的兵 ，right？ 你今天你过世了以后，你还是在打仗。这个打仗呢，就是你要达到你的目标。你的目标呢是有几个：第一，你的资产要分配凭你要的分配的方式；第二，你的目标不能在那里让人家争，让你的受益人争，最后的话会有官司。所以你一定要写一个部分，解释为什么你在分配你的资产用这种方式。还有呢，如果您有解释你的原因的话，这个我会提醒你的律师，帮助你的律师，让他确认说你的分配的方式是凭你要的。因为今天如果你是用你自己的字写，我房子要给大儿子，我的钱要给女儿，小儿子什么都不要，包括我的原因，律师一定会确定说你的信托里面有写您所要的。然后如果以后有真的部分，这个欺诈的人讲说欺诈的话就很不容易证明，因为你的信托里面是用你自己的嘴巴写下来，自己的逻辑写下来你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欺诈的官司很多次是凭一个受益人他讲说，如果今天没有欺诈，我的父亲还是母亲就是过世的人不会这样子写，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遗嘱呢，在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个遗嘱这个话？遗嘱在美国如果有一个信托，它的用处是不一样，它的用处就是要进到法庭里面，要让法官知道，哦，不好意思，我们本来有三个房子，有一个房子没有放在信托的名下，请你把房子丢在信托里面，然后呢，最后你的 trustee 就可以把全部你的资产马上有这个规划。我每一个月有差不多最少三次会有一个老阿姨，一般是这个母亲啊太太，她会来我的办公室，她会讲说，郑律师，我被欺诈了。我说这欺诈是什么？她说我先生已经过世了。那我没有信托跟遗嘱，那现在的话我本来有一个房子，一般是只有一个房子，我有一个房子，我的儿子他结婚了，那我把房子我就过户给儿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最后也是他的，那我也不想踩这个信托遗嘱，我也不懂啊，很多华人就讲说，我不懂。那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儿子结婚了，他现在从我的家，我的家的意思就是，这个太太还是觉得这家是她的，虽然她是送给儿子的。然后啊，现在这个儿子要把我赶出去，因为这个儿子的媳妇的话对我不满意。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要做信托跟遗嘱？我提醒每一个客户，是钱跟资产放在你的手里面。虽然我们不希望说我们的小孩子有不好的行为，可是最好保障跟保证说你的小孩子会对您好，就是你的资产是在你的手里面。你的资产给出去了以后，送出去了以后，你权利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听到这个讲座啊，这个面谈，然后最后你觉得哇，这实在太复杂了，我太怕了，我是这个疫情的话，让我觉得我们要过，就把房子过户给别人，把钱，这个20万、30万马上给我的女儿，这是最大的方式，可以让，你最后的话，
最后您可能最后的话，您都可能要告你的小孩子才可以把这个钱回来，然后这种官司的话是很困难，所以拜托 please 不要把你的资产给别人，资产在你的手里面才是权利。好，那我们现在讲到就是关于遗嘱，遗嘱没有信托，遗嘱没有信托呢是一个就是一个单独的这个遗嘱，需要进到法庭里面，法官最后理论上会照着你的遗嘱，好，这个是跟我们刚刚讲的遗嘱包括信托，我们不要想到那个，我们就想单独的遗嘱而已。遗嘱的话在美国是合法的，可是遗嘱也有不同的规定，很多人不知道。我看到最大的缺点呢，关于这个遗嘱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没有证人，在亚洲的话，很多的国家你不需要有证人，可是美国你需要有证人，最少呢，我建议你要有两个证人，可以去看说你签字。证人的规定呢，他要写说，他看到你签在他们的面前，你没有被强迫，然后你的脑筋是清楚的。这个官司呢，经常会发生呢，是因为如果今天你没有证人，还是你的证人没有写说你的脑筋是清楚的，然后你没有被强迫，然后是在他们面前的，这是不合法的遗嘱，这是一个很容易可以把这个遗嘱打败，所以这是我看到最容易可以最容易可以打败一个遗嘱。还有呢，我会觉得这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单独的遗嘱，还是您是有信托加上一个遗嘱，我会建议你把它发给每一个你的受益人，马上发。这个让很多客户他们会很不舒服，不舒服在哪里呢？就是他今天可能有稍微有这个几个隐瞒的事情，他不想让受益人知道，然后我理解。可是今天的话，如果你早一点给他的话，那他们就可以早一点知道你的理想跟方向是什么，他比较不容易讲你的遗嘱跟信托有欺诈的行为。如果他十年前他就知道了，20年前他就知道了，这是我的感觉。很多次的话，遗嘱跟信托父母亲做的是保密的，不想让别人知道。那最后呢，这个受益人他看到的时候，就是过世了以后看到的时候就吓到了，吓到的时候马上就找律师。而律师如果他问客户说，那这个信托的话你已经知道多久，他说，哦，我已经知道15年了，我20年了，我父母亲会这样子做，我都一直鼓励他要改，他没改。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律师一般会觉得这个没有欺诈，这个是一个不满意的受益人，不满意的受益人跟欺诈被欺诈的受益人是两码子事情。